小宋，小王，啥事儿，领导？杭车华处线有处接头松动了，你们俩一会儿上去检查一下。对了，领导，我的安全带有点破了，什么时候给我换新的？你俩先上去看一下，回头我给你拿个新的。行吧。你别动啊，你别动啊。领导，你可害苦我了。凡进入生产工作场所，在距地面 1.5 米及以上的工作，都应视作高处作业。而安全带是高处作业工人预防伤亡事故的个人防护用品，也是工人的救命带。所以每次使用安全带时，应查看标牌及合格证，检查尼龙带有无裂纹，缝线处是否牢靠，金属件有无缺少、裂纹及锈蚀情况。安全绳应挂在连接环上使用，应高挂低用，并防止摆动碰撞，避开尖锐物质，不能接触明火。使用频繁的安全绳应经常做外观检查，发生异常时应及时更换。安全带每半年或一年要进行一次净负荷重试验，国家对测试有明确的规定，不合格的不得继续使用。安全带上的各种部件不得任意拆掉，更换新件时应选择合格的配件。安全带使用期为3至5年，发现异常应提前报废。